明晚八点，自然堂冰激水，筑梦情缘。听说你知道能让水泥加速凝固的方法？是的，长官。说来听听。在我告诉你之前，你要先答应我三个条件。如果我答应了你的条件，你这路又没修好，怎么办啊？我用的命做担保。哎，小子，话别说那么满啊！你看这天。快点，加快速度！淋了雨，明天还能干吗？局长，外面防雨布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条路明天要是通不了车，在我被革职之前，我肯定先弄死你。明晚八点，筑梦情缘。